嗨，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约。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将给大家带来一个 Little Nightmares， 就是这个小小梦魇，你可以管它叫这个小小噩梦的一个精彩集锦，一个精华的一个集锦。这个游戏通关是比较漫长的，所以说我想把一些这个游戏精彩的地方，而且比较恐怖的地方啊，集合在一起，能让观众呢在很少的时间内能够领略到这个游戏的所有精华啊，我很良心吧。直播呢玩通了这个游戏啊，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偏向于恐怖类型的啊，稍微带一点点小解密的一个闯关类型的游戏，然后剧情感觉也是比较那种神神秘秘的感觉。这期的精彩集锦视频呢，你可能会看到。啊，我穿的这个衣服在玩这个游戏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有一部分的直播录像我又找不到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以后会非常非常的严谨的去处理。哎呦，又来到了这个上吊的人这个房间，这个椅子拉，哎，加把劲儿，哎呀，从现在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小女孩的这个身高啊，肯定是很矮的，应该是小人国的。哦呦，进来了，打火机点着。快跑快跑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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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do this。 哦，我的天哪，得记住这些走位的方位。哇塞，好，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我们该去哪里来着，我忘了。哎，我们该往哪儿走。好，直接可以推过去。哎呀，哎，怎么在这儿掉下去了，再摇。哇塞，这已经是头了是吧，然后回来就赶紧往这边冲，可以的。哇哦哇哦，我们遇到了第一个 boss 小老头。哎呦，不能被这个光照到，照到我们就跪了。哎呀，哇塞，哦哦，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用打火机，你知道吗？哎呦，好像点打火机没有问题。走了应该是。哦，看不到我，看不到我，这地方怎么这么多小孩，我一直不理解。都是跟我一样的人吗？还有个比我还小的，我就可以冲出去了。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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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水质，又是水质。哎呦，快逃快逃，这次数量还不多，还可以。哎呦哎呦，为什么大地在倾斜呀，能不能告诉我。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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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桌子上有个钥匙，我怎么能拿到那钥匙？哎呦，果然还是被那变态老爷子抓住了。起来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呦呦呦呦，旁边有个通风口，我们去那通风口就可以。那老头去那边找了。好，趁这个机会快跑。我去，喂喂，过去了，过去了，可以。再回来，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呦！哎呦！哦 ，OK。哎呦，哎呦！怎么往下扔鞋呀，这个时候用打火机会不会把这些鞋都烤焦了。哎，那鞋堆下面有东西。What the fuck。 哦呦呦，快快快跑，
快跑，快跑！你追不到我的，你追不到我的，你追不到我的，你追不到！哎，哎呦！别追我，你这个家伙怎么无处不在呀？这下水道吧，这是你也能过来？哎呦，哎呦！追不到我，追不到我，追不到！这是哪里？哦，我要躲在这里吧？哎呦！哎呦呦啊！是我的小兄弟，帮我干扰了注意力是吧？哎呦，我就看见这个老头在楼上面，看到没有？哇，这个视角，我在他的弟弟小房间里面，他在研究他的那些东西。我说得干扰一些注意力，我得上上面。好，这次快走。好，来得及，来得及。哎呦，罐子掉下来了，完了，发现我了。但你够不到啊，就不信这你都能够到我，你是长臂猿吗？哎呦，哎呦，我怎么还在这附近？不刚才还在那地方的吗？推，哇塞，我这是毁坏公物。哇塞，哎呦，我得撇他的鞋，你知道吗？哇，偷偷的拿他一双鞋，偷偷的，然后击中这个按钮，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好，快跑！哇，不要追我！哇，他没有过来吗？看不见我，瞎子！哎呦，哎呦喂！打火机快点着！哎哎。哎，存档了，存档了，哈哈，我们存了个档。哎呦，一开始就够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可以站在上面吧。哦耶，快跑快跑快跑，走，发！哎，胳膊断了吗？哦，这有个厨师，哇，这个厨师长得这么像香港的喜剧演员，拿调料去了，这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抓去吧，拜拜。胖子卡住了，哈哈哈哈，哎，他动不了了，他动不了。哎呦，哎哎哎哎 ，fuck you mother！ 快跑！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他又找奶酪，然后闻了一口又吐了，啊，真他妈臭，啊，真难吃，啊，你看他这厨房感觉好，卫生都不达标，你知道吗？还有老鼠，哪里有钥匙啊？哦，钥匙在他菜板上，你在逗我？哎，这怎么玩？我可以摁那个按钮，然后估计就会给他惹毛是吧？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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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然后这个时候赶紧去拿钥匙，哇哇哇 ！We can do this. Run, run. 瞎子，瞎子。这钩子为什么是反方向的？哦，这样可以把我们带出去是吗？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关卡，我们过了多少次？哎，你要干嘛？小短手，抓我呀！哎，
哎呦，会一直追我的。哎呦，哇，厉害了，强大强大强大。哇，你看这个大旺，哇，这个大旺，哎呦，哇，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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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的，哇，好厉害，哇哇，好厉害呀！来抓我呀，大怪兽，抓我呀，抓我呀！在吃什么呀？我其实比较喜欢偏向素食。哎呦哎呦，你也想吃肉？哎，你们是多想吃肉啊？这僵尸吧，然后应该是跳。哎呦，再要一次跳！快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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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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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拒绝胖子，快走快走快走！哎，好的。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又爬行者出来了，爬行者出动了。大屁股，哇！你好啊！哎呦呦！哎呦！哎呦！我去！搬搬搬！你来抓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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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抓我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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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抓我呀！我这个地方还是蹲着走啊，比较保险，你知道吗？哎呦呦，哈哈！哎，这什么玩意儿？哇，这什么玩意儿？哎，真的是恐怖游戏吗？我都要笑出来了，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哇，他们不是来搞笑的吗？这里还有鲤鱼，感觉像日本的一个船只，地方全都是日本的怪物，感觉像啊，因为家具什么的，感觉有点日式风格。我去。啊，这个样子就可以。哇哇哇哇，走！哇！美国大片儿即视感，强强强，可以。不对啊，我体内有一股洪荒之力，快离开我，快离开我！哦不，哦，小兄弟，你快离开我啊！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啊！我是谁？啊，我在哪儿啊？我怎么能把你杀掉啊啊！你的骄傲和放纵由我来把持 ，Come on， 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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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你在哪里 ？Biu 哒，然后迅速的咱们跑到右边。哎呀，起来的好慢，起来，拿走。快跑！哇哇哇哇哇哇！救星在这里，救星在这里。小姐姐，你在哪儿？360度无死角。哎，轻轻松松，看到没有？我的能量超乎我想象。光在哪儿？光在哪儿？光在这儿。哎呀，这个太简单了。360度无死角，大旋转！哦，大！妖魔鬼怪，快离开！妖魔鬼怪，你快离开呀！啪，揍你！光在哪儿？光在哪儿？我在哪儿？哎，360度无旋转啊，无死角，照妖镜！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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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me on！ 嚯！哇！厉害吧，这祖传的旋转伏妖法啊，你们要记住这传说的旋转伏魔法啊。 Let's go， 快起来快起来，这光是怎么来的呢？嗯，哇，哎，这个刺激。哎呦哎呦，我电脑黑屏了，是不是坏了？哎呦，小姐姐你怎么了？哎呦哎呦，他脱衣服了，感受主角的力量吧，你是敌不过主角的，而且我背后有一个叫做鲤鱼的高端玩家来操控我，你是赢不了我的。啊，
我要吸了你的血，榨干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属于我了，好爽啊，好爽啊！我进去了啊，我进入你的身体了。哇，好棒！你的馒头好棒啊！咦，什么鬼？哇，我们这是要转变成大魔王的节奏吗？哎，他要回头了，我要看看你的真面目，小女孩，你的内裤到底是什么颜色的？蓝白条纹。我这进监狱了怎么着？哎呦，哎，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脸吗？没有变化呀。大家好啊，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首先非常感谢啊，这个直播间里的所有观众能够跟我一起见证啊，从头到尾我的逃亡。其实呢你们都被我骗了啊，其实我的目的呢是要获取力量啊，而不是说我是一个受害者啊。那拜拜，走了走了走了。哇，好酷啊。哎，是不是很爽啊？小黄装完逼就跑的这种背影是不是特别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然后你现在怎么了？你不怕那些，哎，他不怕那些怪物了吗？哎，快跑呀。哇，哎呦哎呦，这什么黑魔法呀？接近你的人都会死是吗？哎，厉害了厉害了，叫你们当初想吃我，想要干我，对不对？现在我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拇指姑娘。来呀来呀来呀，打火机呢？打火机我们都不需要了是吧？就是真正的王者就应该是这种边走路眼睛都不用眨就能杀人的。The world is mine, unbelievable, and I will be the king of the world.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know. This is mine.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啊，那个咱们这演出结束了啊，咱往回走啊，往回走。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啊，这个游戏肯定有观众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下来陪我走完这个小女孩的旅程啊，不管这个小女孩是黑化了还是变态了，总之我们已经通关了，我们结束了，好棒好棒。